一百万准备好了没？一点钟以后，把自己放进去病院花园的粪扫篮里面，秘密刻。哼，笑死人！清清菜菜的几通简讯，就是要下我的一百万，恁小心哦。哪有土豆？陈，海生，我处理一下代志，我等下告你啊。你冷静啊！我感觉熊熊，但我无爽快。啊？你都会无爽快？我等下检查一下。免啦，我想要先去休困啊。啊？我先来啊。刚真正无做检查。不要紧啊。哎，你先，你先。好。海生，你帮我清。冷静，冷静。你到处打电话啊！你在黑秘密课到底是啥？无代无志，真干那要创啥？你是有病哦、喔！我是为你要掩人耳目啦。你想看卖，这时阵恁两个人做伙出现，一定去怀疑，所以我才变装一下。而且我认为这件代志应该是咱是西人做的。我扮作安尼，应该认袂出来，咱得当来一个瓮中捉鳖。你讲的嘛对，假使讲伊是西人，也对咱有方便。阿姆哥。伊煞袂去封闭一个菜园啊，安尼咱电脑较好抓着。规定哦，这摆一定要趁这机会，把伊秘密阁抓起来。那无，咱人工啊，就会低调的，咱就害啊。无唔对，只个只一百万，只是一个余额尔。唔对，就是要让伊上钩。服务台广播，朱小安小姐，柜台有您重要的包裹，麻烦请到柜台领取。这时阵哪有什么包裹啊？敢讲是迄个秘密去给我的？我的物件嘞！我的物件嘞！我的物件，你肯定被锁里面了。我无咧，这本子。敢是你为花园那边的粪扫箱收过来？不是啊，拄才有人给我钱，叫我提这包粪扫，坐过花园粪扫桶那边，而且还交代我绝对袂让给人抓到。哎呀，咱中计啊！